好料哦！哎，嗨，我叫丁有才。有才好。哦，你好。我选哪一张比较好？哎，我选哪一张啊？我觉得我还是吃那边比较好，因为你人这么大只，万一发生什么事情，要逃生也比较快。而且这边下午蛮热的，下雨天打雷肯定很潮。我还是睡这边比较好。嗯，有道理。这样好了，我睡靠门了。天台集合，要先忙劳力啊！忙劳力啊！对啊，今天。